结合国乐与油画，希望能够带领大众体会动静之美。八方传统艺阵创新艺团的国乐，以艺术家李新地油画创作跨界连结，完美呈现一动一静的艺术展演。今天我们在台南市议会很有荣幸的跟我们的艺术家，也就是我们李新地李老师来参与他的这个画展，这次的主题花语黄金语的这个画展。那其实我们跟新地艺术家是多年认识的好朋友，那我们都在不同的艺术领域里面在做耕耘。那新地他做的各种的这个西方的画作这些媒材是属于静态的一个艺术方面。那我们八方传统艺阵创新艺团做的是有我们的国乐，还有武术、家将等等传统的一个文化，所以一动一静当中呢，我们很有缘分的聚集在一起，然后呢一起来配合做这个艺术的跨界的连结。所以每一次新地老师在南部的这个画展我们的团队都会为他呢一起来配合做演出。八方传统艺阵创新艺团以推广台湾文化为宗旨，从教育角度出发，在各级学校内推广及传承台湾文化，让文化向下扎根，培养台湾文化之人才。此次在花语黄金语李新地创作展演奏国乐，期望让大众更认识八方传统艺阵创新艺团。史方新闻黄慧如、萧瑞峰高雄采访报道。